最新情报，布莱泽奥特曼9月份按理说是要更新5集的，因为有5个星期六，但是目前只更新了2号、9号、16号、23号的剧集预告，唯独30号没有出预告啊。我猜测有可能呢30号会更新一个总集篇。9月2日第8集彩虹出现后篇。日本各地倒挂着召唤灾难的彩虹，面对击退了布莱泽奥特曼的尼基卡加奇，各怪队分队决定使用阿斯加冷的新装备。下一集布莱泽奥特曼彩虹显现后篇，猴子的点数只有神才会知道。9月9日第9集阴之星。9月16日第10集父母与孩子。9月23日第11集逃离。这个里面我最期待的是9月16日的第10集啊，在预告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嫌疑人对着当着自己家人的面带着布莱泽奥特曼的变身器，我猜测这里有可能就是他向家人坦白了，或者说是身份已经暴露了啊，这个也只是个小猜测，不过光看这个图片期待值已经拉满了，你期不期待？